那我这个呢，顶多就是说算是啊，观众席突然站起来唱了一下。那么唱我起来唱歌的这个动机呢，主要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她，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女高音啊。然后她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精神力量，然后还有在这个声乐技术方面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其实真正的音乐会啊、歌剧啊，不管是返场还是说正常演出，大家千万不要在台上歌者演唱的过程中突然站起来去打扰人家，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。对。然后也请大家不要模仿我，然后我自己本人也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。